在把控这个速度和高度就显得非常重要。然后在操作过程中，主要依据驾驶杆和总距杆进行操纵，这就要求飞行员对那个高度的掌控比较精准，包括人员登机都会造成那个直升机有偏差，然后这个偏差在修正和保持的过程中也是比较困难。开展此次特战队员搭乘直升机融合训练，目的就是深化完善融合训练的机制，提升特战队员力量与直升机力量协同总体作战能力。